Qingdao Ying Binguan.毛泽东、周恩来等在京开会。看毛主席在京工作过的地方，这是他的床、柜、办公桌。Okay, 我们上楼去看一看。蒋经国臣民胡志明、谢胡、巴卢库、西哈努克和杨永希尔全部在这儿住过。